那个手机用户左上角黄色的爱心，电脑用户右下角直播时通知我勾一勾，么么哒么么哒。嗯，跳一个，给大家跳一个舞，跳一个什么呢？哇哦哦，嘿嘿。感觉你们好像就是对我衣服比较好奇是吧？其实本来是穿短裤的，但是刚才彩排的时候说不行，就换了一个临时换了一个长的，全身就是和背景都融到一起了，全是白色的是吗？感谢刚才点关注和送礼物的哥哥。
感谢圈哥。然后再跳个稍微快一点的吧。喜欢主播的点一点关注啊。手机用户左上角黄色的爱心，电脑用户右下角直播时通知我勾一勾，点点心。再跳一个。唱歌吗？我是跳舞主播，这个小哥哥想唱歌可以点关注上我直播间听，但是就是有点辣耳朵。992星星秀，我是本档主播曼丽，我是一个跳舞主播，喜欢主播的视频手机用户视频左上角，电脑用户视频右下角点一点关注。不要走开，各位宝宝们不要走开，992下档主播小凤九也是一个跳舞主播啊。
大长腿，就是肤白貌美大长腿那种的，不要走开。最后差不多还有一个舞蹈的时间，衣服架子上的衣服好看，是吗？那就是那种纱的那种，明天穿那个，那我架上就没衣服了。最后一个卖虚的时间，一首歌的时间，挑一个。